她是 Angelababy， 我是王小龙，我今天要请她编脏辫。Angela， 你好。非洲人的头发天生是又多又密又卷，头发长之后啊，它就是一个爆炸头，也没有发型了。所以说他们一般要戴假发或者是编脏辫。编脏辫就是把假发和真头发编在一起。今天花费10000大洋，请了这个村子里最优秀的发型师。这个脏辫的材质是一种假发，应该是一种化纤产品。已经编了4个小时了，安吉拉中午也没有吃午饭，我去叫了一个外卖，当地的一个美食撒不撒？总共拿了6个，6个。编脏辫也是一个大工程，从中午编到了晚上。昨天历时7个小时，安吉拉的脏辫终于变好了。乌里米扎。